他新婚的生活。婚后首次亮相，大家最关心的当然还是陈慧琳的新婚感受。对此，陈慧琳大呼郁闷，由于记者的围堵，自己婚后一直没离开家门。好闷啊，我觉得，因为狗仔队都在外面，每一天很多车子都在我门口，都不敢出去。近日有报道称，陈慧琳为了结婚生子，推掉了酬金达3000万的工作，而她本人对酬金到底是否高达3000万并未回应，只是表示自己为了防止突然怀孕，确实推掉了巡回演唱会等部分工作。巡回演唱会是不可以接，因为演唱会里面我有很多舞蹈嘛，那如果真的怀孕的话，就不可以跳舞。新娱乐在线香港报道。